啊，大家好，现在继续我们的拳皇九八赛，这一次还是八神月对战 BJ 韩国 BJ， 双方依然是克里斯开路。八神月从练上了克里斯以后啊，就爱上了这个克里斯，滑步取消后抓没有抓住，轻脚点到也用一个滑步进行突刺到板边，然后接起一个下踩，哎，重手前进手再连一下，滑步必杀取消，快速闪现到背后滑步还是没有连上，现在又被对手连上一套，哎呀。为什么总是守不住最后的这个防线呢？不知道为什么呀。现在 BJ 又给他一个必杀技浮空，空中并没有接臂。来看克里斯继续跳中腿，哎，八神月犀利的点到了一个轻腿，但是他没有连上。跳中腿进攻，后撤一下，轻脚点杀滑步。现在 BJ 也连上一套，哎，但是距离过远没有推到。现在双方又开启了一阵游斗，双方相杀，倒到板边，下盘轻腿，滑步连上，哎，下踩接后抓。然后来一个重手轻轻手，克里斯继续给他一个超强的打击，都是打这个后段呀。双方又来到了下一局，下一局来看八神月的大门现身啊，看大门这一次能否给力呀。克里斯开场又送了，哎，头上浮泡泡过去朝天脚，对手没有上当，克里斯又抓到一个抓头，落地后抓重手轻轻手滑步，克里斯继续用必杀进行推进，推到本兵接下踩，哎，下踩接后抓，重手前进手再连上一套，然后使用必杀技进行狂推，推倒周必杀技起飞，空中接起一个三连弹腿，打出了39连，大门要服了吗？还剩一滴血，这下真的是不行了。哎，快速闪身，快速闪身，大门超大外哥一把接住，然后再接一个里头，哎呀，没有接里头啊，向前小跑了一下，又来到了八神这里。今天八神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，来看他的暴走八神。能不能再上一个台阶？哎，跳皮弓滑步，克里斯又连上八神葵花强反千羽音，小跳百合折破防，百合折两次，百合折两次都不中，第三次还被对手给废了。哇塞，韩国这 BJ 这个有点太克制八神月了吧？各种破防破不了，然后他打一套就是掉血特多，又给他来一个穿三。点个关注再走呗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